对，然后我家我本来就是住在西门町，然后我后来就是嫁到旁边，就是我妈妈的，我奶奶邻居的，也是我婆婆住的地方。那我们在绿川北街这边也住了大概20多年，不是几年。对，那所以我每天从这边经过，我看到他的一个转变，然后我觉得在上一次的机会能够有缘进到这边来，所以我就想，这边有这个机会可以体验到我们台湾的婆婆。然后我要谢谢我的婆婆，因为在我嫁过来之后，她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的在照顾，然后也就是让我非常的放心在我的工作上面。然后我的整个家庭啊，还有我先生，我的小孩，都是她在帮我照顾的，我要特别谢谢她。真的感觉好融洽的感觉。那我们来奉一下茶给我们婆婆。林姐，很烫啊！刚冬哦，记不久。哇，一饮而尽，你袂惊烧吼？好啉，好啉，好啉哦！这是为着你健康，咱来用的啊。这两份茶，你可以再帮我转交给你的婆婆。谢谢，真正你的感情就好，就会互人分享的。谢谢，谢谢。来，还有我们的那个舞蹈理事长。